你干啥呢？啊？放这里的。把小乌龟放哪里的？放这水，我的天哪，放这里面干什么？把小乌龟，你看它还在爬呢。哎呀，小柏林，你打开水里面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小乌龟还在爬，还在爬。我的天哪，我们把它放冰箱里冰冻起来，做乌龟雪糕吃的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小朋友，你们吃过小乌龟的雪糕吗？你看小柏林多能，他要做个小乌龟的雪糕。小乌龟还在里面爬。哎呦，小朋友看，小乌龟还在里面爬呢。哎，我们要把它拿到冰箱里冰冻起来。哎呦，小宝，你放进去了吧？放进去了呀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冰冻好？我这就想看。什么时候能冰冻好？只要小朋友给我们点亮这里的小红心，再把小家伙给点上身，这个小乌龟就冰冻好了。那小朋友能找到小红心姐姐号码？小朋友能找到吗？小朋友都可聪明了，就在这里。来，小朋友来点亮这里的小红心。把小家伙点消失，来，小朋友点了，有个小朋友已经点了小红心，点了小家伙了，来来，我们拿出来看看，哎，拿出来了吗？小宝莲，我的天，怎么还变颜色了？走走，赶紧的，小乌龟怎么还变颜色了？小宝莲，你拿什么的？拿锤头砸的哈，来来来来，砸，我们出去砸。哇，我们开始砸小乌龟了，听说能吃，小宝莲开始砸，来，小朋友给小宝莲点亮小红心，给小家伙哈。点亮小红心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把那只手指头砸掉，你那么大劲干什么？你慢慢的砸，砸出来个什么？看怎么不是小乌龟，来再接着砸，我看里面还有那个小乌龟呢，弄哪里去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把小乌龟砸出来哈，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什么东西，哎呦还有个棒棒，那是个棒棒糖，我的天，你把棒给拔下来了，糖呢？赶紧砸出来，慢慢的砸，慢慢的砸，慢慢的砸，我的天哪，使劲使劲，使劲！手机上小朋友赶紧给小柏林点亮小红心、小家伙哈！你看这小乌龟怎么变成这样的了？我的天哪！